前两天呢收到了一个逼车云梦泽58秒的跑法视频，今天呢收到了一个逼车云梦泽55秒的跑法视频，而且呢这个逼车还是比较奇葩一点的，这个特拉比啊，大家都知道这辆车不用多说，就像纸电一样奇葩哈。然后呢这车的集气也是比较那啥的，所以呢他带的宠物是魔王天师，那对于一些集气不好的车的话，该带什么宠物你们应该心里有数了吧。